来了！你上哪去了？明天电视剧就开拍了，演员都到齐没？演员都到齐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少一个人扣你劳务费啊。导演呢？那要多一个人呢？不是，怎么能多一个人呢？卖地板那马老板，他给咱介绍来两个演员，你说这个角色咱怎么安排呀？不是，他一个卖地板的。导演，你别吵了，还卖地板呢？咱们这部电视剧全是人家马老板，人家地板上赞助的，人家给介绍来的人，咱也没法吃药啊，是不？你看，你这么的啊，你把这俩人给我叫进来，我呢给他俩出点难题，让他俩演。他要是演不上，就不用我说话了，顺着地板咕噜回去吧。导演，你这又招了。进来不让。好了，来那俩演员，来，进来来。导演好。我不是导演，我导演在这儿呢。导演好。你俩是演员呢？能演啥呀？我们什么都能演。爱情的、科幻的、生活的、灾难的，就是武侠的、枪战的、推理的、侦探的。哎呀，都这个。真头一回听说有这么厉害的演员哈，演一个给我看看吧。这怎么演呢？站着演呗，怎么还能让你躺着演呢？导演，就是我俩就喜欢躺着演。床上去呀。王助理送客。不是那个导演别的呀，你怎么说的呢？你这没演，你这是撵着走呢，这咋？不是你，我们这没有床上戏啊，一男一女躺着演，还得在地板上，上别的剧组看看啊。不是导演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床上的戏，也不是地板上的戏，就是不管演啥都得在地板上躺着演。导演，我明白了，他不是卖地板赞助的吗？他就得搁地板上演。啊，那要卖浴缸赞助的还装不下他俩。不是导演，你行了，别解释了，地板上也行。那我现在我就给你来点小剧情，你俩给我演一下好不好？行。我先简单的给你俩介绍一下这段的剧情。楠楠呢是一个身材十分诱人的家庭主妇，在一个大雨天，她请了一位帅哥燕飞来到她家给她修电灯。突然楠楠的丈夫老王顶着大雨回到家里，这段戏，那不得干起来啊？就是让他干起来，躺着武打多好看呢！不是导演，那还缺一个人啊！我丈夫谁演呢？你丈夫，王助理，你顶上演他丈夫老王。不行，那不行。是你来吧。不行，那躺着演我根本演不了。现学现卖呗，他俩咋演你咋演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来，准备。发现这不像演戏，这有点像睡觉啊！这是。开始。那个，哎，你好，是你家找我吗？就等你来了，我家电灯坏了。哦，这小事，一会儿修好。来吧，来，你给我搬个凳。好的。哎，好，帮我拔点哦。好的。哎，哒啦滴哒，咿呀更啊哩。媳妇儿啊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外边雨太大了。你谁？啊，那个，修电灯的。修电灯的。嗯。媳妇儿她谁？哎，修电灯的。修电灯，你摸人屁股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来跟你解释吧。一边。哎。咱家修电灯的，我怎么瞅他不像什么好人呢？说谁不是好人呢？说你不是好人。哎，你俩别光说呀，可以打起来动手。啊！你们现在都有超能力啊！我是狼人。别打了！
瞅这样子够呛是迟掉的。没那个你两位起来吧。起来吧起来吧。哎呀就你俩这躺着表演这功夫都跟谁学的？跟那个卖地板的马老板学的。对啊，走咱们找马老板去。哎导演干啥去？我得跟马老板学学怎么躺着导戏呀。等会儿。